如果很想介入的话，他可能要有一点表现。他想要加入？当然啊，当然，这是他们两个一直是我从小到大学习的目标嘛。对对对，我帮你找一个，我帮你找一个。我的全明星四前接 CP 危险了，郭宏志也想 play one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收视长虹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将在7月24号开播，20号记者会正式公布参赛选手名单。演员陈瑜、台大舞姬翁子曼、最美鱼贩流星雨、原子少年夏普阳、超偶四冠军曾玉佳都来了。而全新赛季将会有25集的播出，到年底都能看头看满。我会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些训练，因为打心情那是爱嘛。啊，是这样子形容的吗？好像不太对。我还是有虚情，吸收前三季的经验，然后来就是。他吸取过去三季的经验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样太危险。像小杰这样子帅帅白白的，我觉得他选的人大概就这个样子，就叫书生型的。那小小郭的话，大概也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很帅，我们要结合次要敌人去打击主要敌人。等次要敌人是？次要敌人，死亡之握。我就说再多真的都没有用，就是我的时间到了，就自然来知道哪队会在最后。他用了三集就一直证明了。现在国哥来了，会想说要把这个心情拆散。他如果很想介入的话，他可能要有一点表现。当然啊，当然，这是他们两个一直是我从小到大学习的目标嘛。对对对，我帮你找一个，我帮你找一个。我的，我私下会请教那个小杰哥很多问题嘛，看他是怎么从失败中学习成长。所以基本上，因为我觉得郭哥这一季的重点还是很放在成绩身上。也不是这么说，就是你刚刚自己讲的，我们没有讲。所以小杰自己有信心可以前三名。前妻，我要回来台湾。其实说真的，我不知道。如果前妻回来，我应该会生气。是我的。夏普阳，郑永成。你这么强，只能来我这一队。我真的很强，请大家学我。想冲郭哥那一队啊！那你们让你到时候郭哥，我的动力就会变成拉红。所以其实我好像是里面不知道算不算最强，但是我能感大家长得快。像我现在变超黑，然后很多色差。超黑吗？请看这一幕。颜色的部分 OK 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吗？那就拜托你了。有，都给你，是我的。